它这台小指的电源线啊，超级长，基本上呢，你床部的边缘附近都一定会有插座。那基本上你只要插了之后，它这个长度基本上就算你是 king size 或是在加大的床，它基本上这个长度都是可以有办法全部吸干净的，所以你不需要还要再去加什么延长线之类的。继续把其他被子把它吸完呢。超可怕的，光是吸我们的一个床单、两个枕头、三件被子，我们平常一个礼拜都有吸一次的习惯，但是这一次吸还是一样那么多。接下来我们请郑先生可以把它敲一敲嘛，好敲，再敲，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太可怕了吧！五块。